Yeah!
我觉得今天真的还挺紧张的。为什么？我自己的感觉了，就是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就也有可能是这个时间比较紧张，然后准备的东西比较多。那其实我刚刚比较强烈的感受就是唱完到这个和你一样的第一段，那种紧张感渐渐消失了。所以，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一直的陪伴啊，在这里呢也要感谢这一次辛苦付出的这个导演组，因为时间确实非常的紧张，辛苦大家。这一趴呢有蓝色。有蓝色。这一趴的主题呢，其实是叫做我们的创作。那刚刚唱的这首歌呢，是玉米们的创作。这首歌也是每一年YME必唱的歌曲，我也希望把它带到不一样的地方，让更多的人听到。接下来要唱的是我自己的创作。只是。
天哪！这个歌呢叫做我们的创作，那就是我会唱我们创作的歌曲，你们想听什么？那上面没到，五个字，五个字的。五个字的。那接下来就可见了。夹到路特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。然后呢，
也有很多人问我说海上的月亮是怎么写出来的，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片子，我跟大家一起来看，了解我是如何来创作的，一起来看。有时候会问自己，我是一个奇怪的人吗？和这个世界那么格格不入，不擅长说话，不喜欢拍照，没有习惯写日记，不在乎信息感的留存，所有的记忆都跟着我，无声无息就好。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醒来，又会害怕，害怕失去，害怕失去拥有的记忆，因为所有的记忆都是跟着我，无声无息。我想找一种方式去记录我的记忆，不刻意，不造作，不老的。当我老去，视觉模糊，行动不便，看不了照片，读不了日记，跳不了舞，弹不了琴，只一曲熟悉的旋律，配小小感触的词，那就是生命记忆，会很美吧？我想创作。我开始变得好奇、开朗、细心，对生活充满着感激，因为每一分钟的经历都是唯一，都是美好，哪怕有时是痛苦。2012年2月24日，距离演唱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所有的同事都在加班加点工作。那天我没有去排练，颈椎的旧伤复发，让我无法行动，只能在家休息。那种焦急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，到现在都挥之不去。美好的是，当暮色降临，独坐窗台，有一抹宁静的月光，温暖了我。我用无法抬起的手写下了一篇作品，它就叫《海上的月亮》。感谢那一刻的经历，因为所有的经历都是美好，哪怕有些是痛苦。这一刻，再来听《海上的月亮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好吗？Thank you.
这样的创作背景，你们猜到了吗？